那年的酒学有多炸裂？王爷波风平被害，说谁酒？想当年，为了能拆 CP 放出来这九分钟吵架，来引导一种舆论说他们关系不好，以此来拆 CP。那一晚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有人磕死我了，有人逼了逼了，有人姐妹互撕，真是哈姆雷特的九分钟有没拆掉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王爷波风平被害。好累啊，王一博，累了。你起的头。那天有闻名而来的路人，我就看看不说话。有以为官宣了的路人，没那个有求资源的路人，有骂骂咧咧行被牛骗了的路人，有旁观者的路人，有垂直入坑的路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别哭啊，九学领进门的代言人有你们一份。当年是吵得多幼稚才会被罚。对，我计划我可以去看九分钟。